我觉得他身高矮了点。那怎么办？我也没有理由跟他分手啊。那我也必须得接受啊。我觉得他身高矮了点是你说的是吧？是我说的。有多矮啊？172吧。172就我的高度那就算矮了。我不录了，我不录了。我陪您，我陪您，我1.7米。你不许走，这是承诺过了。你男生最少得有180，我觉得。再说一遍，我18岁，我84。睡觉都在录呀？厉不厉害？太可怕了！7点钟就架个机器。7点就来了，7点钟就来了礼物。你看曼叔的表情，你看曼叔的表情。哇，这么多！这是 Crystal 吗？是的，是的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哦，快递吓我一跳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妞妞呢？妞妞，就是她是98年出生的，她呢，她的个性很强，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国家队，我一直要打到36岁，她已经7岁了，我都没有去幼儿园啊接过她，都是爷爷奶奶，所以说她从小这一路过来，我总觉得哎呦，到了现在22岁也不容易。阿娘，老娘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是我妈妈，她就是跟我父母已经超出另外一层关系了。对，就是说有时候会乱叫。你刚才进门其实一个细小，老娘一个，哎，老娘，我回来了。老娘回来了。很大大的关系好的就这样进来。可以赌吧。三年，三年要三年，啥辰光三年？明朝，噶多十点个？没，就是比较高嘛。侬做啊，家为了就是买个十点个？不是买个，是做啊。侬自家做啊？嗯，结棍了。哎呦，侬晓得我蛋糕做了多少辰光吗？大概1个下午有吧，因为侬一直不来屋里嘛。6-7个小时嘞。哇。6-7个小时嘞。这个好奶奶呀、啊，这个。我没有空嘛，乖乖，这瓜都吃点糕。哪能了？啊，侬一定要和领养呢，带我去啦。哦哦，问重点了。啥啦？根本你谈恋爱，你管的蛮多的嘛。不是管的蛮多的呀，你总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嘞。这几个朋友嘛是可以的，也听听大人的意见。奶奶比老爸都急。你要那你想让我怎么的呢？我感到林玉环好像矮了一点，矮了一点。你蛮直接的嘛，矮了一点啊？是吗？因为我爸爸1.84米，我1.84米，我母亲1.68米，妞妞168，我是直来直去的，我就说过，哎呦，林玉环个子比较矮，但对这个小孩我没有什么偏见，关键还是妞妞能不能首先接受。你麻烦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不是以前不是说吗？最高的身高要像爷爷一样的。哎呦，侬还讲嘞？哎呀，连微波炉都用不来嘞，
哎，你天天跟我说，哎，老公，你为什么用的是九的双十一，我的做啥做啥，我怎么用啊？你讲的。哎，对呀、啊。我起来根本找爷爷干嘛？你不用用的。但是爷爷很厉害，很包容呀。那你好不包容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侬老人以前人家是说。问你，奶奶和爷爷都是那个教书出身的，希望你能找一个自信一点的。感觉你说人家没读过书，人家至少硕士毕业好吧？人家能在这种四大会计事务所从实习变成转正，人家也要有自己的能力的好吧？那你一定看在四零银行的了。不是，那我现在没有理由跟他分手，对吧？我没叫你和他分手。那你还在说他不好？我啥地方不好了？那你再给我批呀。那我要把面放回房间里。那你会放进去死。但是我现在在跟你聊天，我不要和你聊天，你这样不讲道理。我难过了，难过你朝北过。对不啦？有病，你这人吵架蛮厉害，真是的。我的天，我发现这女儿嘴巴厉害，这个有基因。我妈是蛮有意思的，但是她这个身高问题是不是很烦的吗？我只是说这个身高，你不能把它当做你的一个标准，哎，对吧？说得好，根本能够标准。那人家也有很高的呀，很高的嘛，家里很有钱的嘛，对吧？对女朋友一开始也不错的嘛。那哪个谈超过半年的了？你要找一个对你好的，陪你长大的，又要找一个照顾你的、包容你的，你能找到像林宇航这样的，现在真的蛮好的。他还接送我了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哎，林宇航这点是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只有20岁，你完全是可以。再考虑考虑的呀，你其实就比我大2岁。其实如果要是恋爱，早，我跟他说了，你是偏早，不早了，都过了法定结婚年龄了，还不谈恋爱？更能想怎么的？我脚踏两条船，继续找，对吧？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，不是脚踏两头船，你应该是精心挑选的。人家现在说是交朋友说是交几个的，是的呀。你干嘛就在一个人身上吊死了？选择是你的自由呀。奶奶的意思是别谈一段恋爱，你再多谈几个再结婚。我奶奶太前卫了，我害怕。我这么前卫吗？你还高兴了？好可爱啊！哎呦，谢谢啊！哎，你来表扬我了。这个动作，很前卫。算了啊、哦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们可以OK了吗？啊！但是林宇航明天生日，你得说点好听的。我叫他生日快乐了，那可以啊。微信吗？嗯，好的，那可以。你也蛮好的啊，一些讲人家不好，该发的还是发的啊。对呀、啊，好了好了，快点吃你的面吧。你吃吧，我不和你说了，再见啊，拜拜。哦，老外这位，小王走了啊。小王这位，马上找了。这奶奶跟孙女两个人都太可爱了，简直。